我跟他们讲，我来请出啊，中华民国一百零八年三月十九日，天文岁数第二年农历二月十三日，今天临时决议，高雄市长韩国瑜一人啊来金钟镇来上香参拜，啊由咱金钟镇啊主理委员陈志刚。开专题会议，一个咱台中市长啊卢秀燕，一个咱市区啊立委陈宜明立委，严宽能立委，一个咱前教育部长吴清基部长，咱前门政委员会啊委员长高思博，民众议员蔡玉辉议员，专题。真心来向咱金钟镇啊，祝福千岁，礼物千岁，银物千岁，金物千岁，家物千岁，光亮亮，三宝殿观佛祖来上香致意，祈求咱千岁爷会当神威显现，庇佑咱的国家会当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国运昌隆。马来比亚咱所有的神神代表，会当合并平安，四时无灾，不只有幸，所有的农民们都会当五谷丰收，六畅兴隆，万事吉祥，五福临门。今天非常欢喜，咱所有贵宾莅临来金钟镇来参拜，祈求咱陈水爷会当庇佑咱韩国瑜市长。咱卢秀燕市长，你咧推动基建，会当顺利完成市民的托付，受到人民的爱戴，全力来冲刺我们的经济，和咱台中市、咱高雄市的经济会当再一次的起飞，和咱高雄市、台中市。的经济会当再一次创造历史奇迹。今天今仔日啊，咱这贵宾推动啊，咱第二选区啊，咱贾良才要来参选，这次立委的补选，祈求啊，咱金钟镇陈水爷会当赐予啊，咱贾良才先生一份力量，受万人的爱戴。三月十六日投票之日，会当予咱所有人来认同、来肯定，啊，咱吃了在过去的表现，一路为咱农渔民来发声、来努力、来奋斗、来打拼。希望咱所有的选民三月十六用你心诚的一票来支持、来听信吃了在。相信咱刘德先一定会鼓舞咱所有村民对伊的期待甲期望，三月十六一定全力以赴，让咱的农民站在一起，将咱的农民会写出去，将所有的人带进来，让咱台南市有缘会当创造咱的经济奇迹，而且所有。贵宾再一次来祈求咱陈水爷会当顺利显现，比如蔡英文三月十日会当顺利个别当选，再上优，三上优，啊上优。咱全体贵宾，包括受咱
人民啊、来追随咱高雄市韩国瑜市长、咱台中市长卢秀燕市长，以及咱的许淑华立委、陈玉平立委、严宽仁立委，以及咱的郭清金部长，以及咱的高师傅委员长，以及咱台湾大学啊，咱的黄秀山校长，所有大学啊，咱的陈小亮校长，以及咱朋友的议员蔡永义议员，由咱金东镇主理委员陪同再一次向咱金东镇咱主妇潜水、女妇潜水、银妇潜水、金妇潜水、小妇潜水，等了了三个人。管理合作开了的新村，再一次来致上上心意的敬礼，一鞠躬，再一鞠躬。